一些影响力的、啊，所以我也想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、啊，像何仲勋何大哥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你今天来就对了，对。对对对，我跟他已经认识了，我就看超级巨星的啦，哎，他、啊、其实像连丽玉啊，还有那个文海珍的话，这些前辈的话，我都是觉得说很荣幸有机会认识到。你们的议题是什么？我的部分的话就是说，我本身是。因为以前在天母地区的话，有一个叫《天母和中国》杂志，啊，我觉得说哈，很多你住当地的人，其实你完全不知道说你们的社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假设我现在住天母，其实天母很多人不知道说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。啊，我是鼓励大家，就是说你们回去的话，就是可以把你们自己社区的活动把它集合起来。啊，再来的话，我是很提倡说哦，居民哦，如很，你们要把握有时间的话，每一年都要办那个林社节活动。林社节活动的话，它是一人一道菜，因为我觉得说难得台湾哦有一个节庆哦不会被官方所把持，因为你林社节活动的话，每个居民都可以是主角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譬如说50万的公民上街头之后，你会发现到说他们一旦散去的话，他们就再也没有舞台了。那我觉得说社区的话，你们可以透过办林社节活动的话，每一年都有舞台，那每一年的话都去跟人家讲说我们的现在努力的成果是什么，我们努力的还不够，那所以我们要大家继续加油，是这样的。谢谢。你要讲金门的、啊、金门的开发、啊、20年的开发、金门的话就是金门哦，一个县长哦，他只有4年的任期啊，但是他居然有脑袋哦，可以想到说把那个 BOT 案哦，就是一次就割给财团50年了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一个人当县长的话，假设50岁了，他再过50年之后，他完全不用负责了。那所以金门的话，就是说你短短的一年之内哦，你居然搞出好像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个、二十几个 BOT 案，哎。那所以事实上，因为我们金门的话，算离岛是比较偏陲的地带啦，所以我认为说，现在很鼓励大家，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地方哦，它有危难的话，每个地方台风金马其实是一体的，大家一定要去团结啦。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活动啦，譬如说水资源的活动啦，还有那个夏柱九教授在那边的活动，我发现到说，现在哦。的人哈、哦，很需要把那个热情把它激化出来啊，因为现在几乎参加的哈、哦、都是 CEO 啦、哦，都是百万将军没有兵了，所以大家要团结，谢谢。我简单的为他补充哈，因为金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20几个案子，全部都是做商业旅馆哈、哦，是为了表面上是为了因应山东戏，是为了赌场做准备，哦，因为其实现在马祖已经通过博弈法了啊，不，马祖已经通过公投。所以台湾现在在推博弈法，哦，那日本今年9月份也可能会通过盖赌场，哦，那台湾的博弈法，因为我是反赌联盟执行长，我们现在在打，哦，那只要呢博弈法台湾一过，哦，本来以为是马祖先盖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你博弈法过之后呢，你要盖赌场之前，先要观光度假村，所以金门先做观光度假村，所以等到呢博弈法一过之后，金门马上他们的财团呢就会启动公投。然后他可能就会比澎湖跟马祖更怪盖赌场，那是财团的阴谋，可是一般人看不出来哈。那因为我们在看得很清楚，金门人非常聪明，哦，所以他在这个公投里面，为什么马祖公投、澎湖公投他都不表态，是因为他是压着滑水，他是先做先赢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现象哈很可恶。那这个金门之外，另外一个更可恶的就是兰屿哈，因为兰屿的打算70%全部开发。一个蓝屿小岛开发70%，可是台湾没有什么公民团体关注哈，哦，只在关注那个设备原本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全部都要水泥化，哦，这个是大家如果对这个离岛的开发是应该来关心的。谢谢哦，其实大家18分了，那我们这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整个要10点，那因为接下来还要给那个小竹点签书哈，那那个竹点是到那个地方去做签书的工作，那我们有一个年轻的记者，他想要有一些话想告诉大家哈，联合报的对不对？我是联合报记者哈，我有个。